七八十亿啊。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可以用融资，造船很多是用融资的啊。那详细的我们还没算出来，那算出来之后，我想我们会去寻找资金。那这一家公司，我们希望说，名股的资金要超过50%，我们不希望它也变成一个国营事业。那这一详细的这种资金来源还在筹措当中，还没有具体化。